啊，就十分之一。那其实说是不到也还好，因为我们大家在城市化南方之间，然后工作人员，他们就要做美术啊、摄影啊，然后说我们就是在开始从后面成好朋友，而不是我们开始之后才开始熟悉，就是蛮绝的，然后就是。我们看到听到你的简介里面，好像这个有吸血鬼的一个梗在里面，是吗？那是说你们本身能够相信吸血鬼这件事情，对，太现实了。我是不相信，也不是说不相信，只是说因为还没有遇到。可是怎么说？我觉得吸血鬼这个从小看到大。可是你刚问这个问题，让我认真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吸血鬼的那个精神，我很相信。其实这也是这部片很有趣的地方，在讲吸血鬼这件事情。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行为，存在的吸血鬼的人，他不一定是像你有獠牙或是鸦血，可是我觉得像这样子个性的一个族群，它是存在的。哇、哦，我怎么都想吸了。不过我觉得如果有我们应该有点普通的人吧，我们普通人之类的。哦，天哪，有可能吧。那就是我是在中华文化当中，僵尸在西洋文化当中，我跟其他人应该有些奇遇。不管它是神话或真实存在，其实我只要相信所有的地球上会是这样的，其实我们都会有一种奇遇。我们其实抱持着这样的心态。Still feels not with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vampires are real or not, but it's more about the vampire as a metaphor for a certain spirit of greediness. So I think if you want to do a vampire film now, there's already been so many vampire films made, so many series, that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really different with it. And that's what we try to do. 用电影作品的重点并不是讨论说到底有没有吸血鬼或吸血鬼存不存在，而是要用吸血鬼这一种比喻来去描述某种人性的贪婪层面。所以，因为我们其实看到在世界内都有很多跟吸血鬼有关系的电影或者影集，所以如果真的只是要做吸血鬼电影的话，必须要做非常的与众不同，才能够让大家看到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拍摄过程中会尴尬、不好意思，还是印象就做了一样的事？我只是我爸。因为是说你们本来是认识多年的朋友，对，因为这一片他比较更热络，所以这片感受就有点更催情感觉。因为是演敌人，因为其实这是没有帮助的，然后大家的 friendship。让大家自己去其他地方。哎，对。然后现在已经拍了三年了，我觉得拍的是一直拿好片子嘛，想想也喜欢啊什么的，就像三年一样。那时候就觉得开心，就两年，等了两年终于上映。没有，我们都很期待啊！对，我们所有的朋友嘛，我在埃及发那个预告片嘛，很多人说要放，真的好期待啊！这样。其实快要三年了，对不对？两年半，对。这其实真的等了很久。那我们中间也看了很多次的一个版本。那我觉得是真的很期待在戏院上看到。然后也会觉得很有趣的是说。我们剧照有的，我们大家都戴口罩的样子。但是拍戏那时候，其实全球还没有疫情的状况，所以那时候拍完到现在再去看剧里很多的场景，其实我觉得有些不一样的感受。那当然，刚刚在谈的时候，我觉得从那个时候我们四个到导演到现在都很好，我们这段时间有一直很长的相处。其实我觉得
这部片就是因此赚到了，不是赚到不少的。而且一点点很重要的，因为这一部赚到了。对对，大家都赚到。其实我觉得对吧？因为认识很久，然后有这样子的机会一起工作，我觉得让大家都更多的，我觉得这部片是这边写作的最后一期，那我觉得也是。很感谢都可以找我们，而且又可以跑在那个，我觉得平常比较少遇到的片子。是你们两个第一次合作吗？第一次一起拍戏。娱乐圈是实习姐姐，然后两个人什么时候可以传出喜事啊？好像有点落走了，惨叫惨。你还是以电影为主啊？那我以电影为主，对，那有没有想过一起包场之类的？就是对啊，对啊。目前听到是，其实我们从八月延到十一月，现在可能会延到十二月，对，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好久。可是，在那个荷兰那边已经六七月都已经上了。我本来想要全程同步，所以真的是蛮期待的。因为他们也好，就是说，就是在今天枪就上，因为之后有些时间不要这样。但是其实你就是等，那还是会觉得有点吃。其实拍这部片到当时在英国，其实也是超过十年以上。那我觉得语言这个东西很有趣，就是你要真的常常在使用，不然真的会忘掉。那腔调这个东西也是，你当以前可能记得一些腔调，可是你现在所接触的电视啊，然后电影各方面，其实可能都是有点吸引我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现场。刚好因为工作人员很多，都是外国人，所以他可以协助我们随时去帮我们抓到那个口音。因为有时候其实我们毕竟，你要很细的听到你那个语言当中有哪些差异性，其实我觉得还是很需要知道，因为毕竟他不是我的语言，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在你要背好台词，然后又要把情绪带入各个方面，我觉得确实是花了些时间。那知道我们见的感觉吗？对啊，所以我觉得他很厉害。他的教授教授，你看我们一天的工作都这样了，如果我们一天都有中文，所以我们英语，所以今天就像一般上的广告，我还是要认真看主教对话，然后一些每一次来都要熟悉的，所以当我现在知道我天天的每天日子的感觉，我一般的生活，他们觉得我好难哦，叫我们学了。哦，对啊，我刚刚买了一本单款，你们想试试看吗？你看，念一下。哎，我想应该不会看吧，来吧。他只是没有，我觉得我是你们，太漂亮了。那你们一人一个，好不好？华语吗？来，华语吗？哈哈哈哈哈哈！你们。他其实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因为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有点像我们这个团体当中的一个开心的，然后就常常不管是说就是当初教我们骂脏话啊，然后说带我们做一些活动啊，或者就是其实跟他合作就是感受到他那股疯疯的能量。很吵吧？安静不了。谢谢，希望不会再吵了。我都想跟他们跟我一起去运动，他们都不想，只有一点。Billy 厉害啊，他每天早上，你那个时候我们拍都是拍演戏，都拍到早上，所以白天在这个时候起来就想多一点睡觉。但是我每天早上8、9点都起来去运动，然后只有 Billy 都陪着我。哦，对啊，对，我们本来就是有点像男女朋友，要问导演了，我们是有点像男女朋友了，最后好像当了女朋友吗？是吗？要问导演了。对，就有点想上火。我们跟导演说，哈哈哈哈对啊，所以他都是吗 ？Yes? No? 没有。导演是没有把他的先丢掉了。OK， 弟弟，你觉
得等他陪我去，每天早上陪我去迎冬雨的呀。我觉得蛮有挑战的，但是你要邀我去，我也不好意思不去。但我也很挣扎，因为那时候勾上那个角色，然后我就开始努力减肥，然后结果一个月后定妆，然后导演他老定妆照，然后就说：“哎，菲尔，你是不是变瘦？不准，你要去吃甜甜圈。”因为他希望我这个角色看起来就是比较有点胖胖，然后比较有点跟其他人做一点区别，其他人就是高富帅瘦，然后我就是高富胖，对，所以。我跟安妮做完就得要保持维持到要我的体态这样子。I 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astasia and Imran is actually the most pure, the most pure love story in the film. 就是我们俩是交情戏，因为他们常会跟另外一个拍戏的，他们的关系有点复杂。我们真的很单纯啊，他就是很爱我，我就是乖的，就这样啊，跟我一般的生活一样，就这样。你看我都会演嘛，我就会怎么说。其实朱荣这一次在去片里面，人与人的连结这样子的一场戏，那你可不可以大概可以剧透一下说？那场戏有什么样的亮点，或者说就是那种是跟三个人一起来，还是两个人之类的？我刚才所讲是当中跟念那个感情比较没有交代这么多，反而是这个下突然回来，来到台湾的那个工作群里面前面那个角色，可能我们两个在人与人连接的时候，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浪漫，因为站在海边，风景很漂亮，那种拍摄过程当中，躺的那个沙滩上那个石，那个沙不是真的石，那个细细到的沙，它是像鹅卵石石头。其实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说打在眼睛里面，打在耳朵，打在嘴巴里面，后面都是，这个跟想象中的浪漫可是不一样。那亮点的部分呢，就是我以为会就是放很多的重点在那边，但真的电影当中好像就取到了非常美的画面，就非常美的画面这样，所以能看到自己看到的拍那么多，还用出一点点，就可能让我觉得很开心。透露说大概尺度吗？就是说你有全裸吗？其实导演可能剧本当中会希望我们有很多裸露的画面。在艺术的画面当中算有一些这样，但是就是后来好像决定不太需要，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可以不要十八禁，而且还是有稍微就是顾虑一下我们想要设置的当中去，因为希望大家看到的不是这些更复古的，而是算看到人机复古的魅力是怎么样的。对，那不好意思，我们就是看不习惯。那大家觉得怎么样？然后他另一个是刚刚有说到说，在片是在片内穿裙子，但是因为他的片里面穿着性感装，所以就是要就是在受使用，是吗？其实你看过我穿过吗的感觉吗？我每天都穿很辣哈。但是对，导演就是他们，我们这次的身边也有穿很快，都是从欧洲带过来的。我又穿过一些很 vintage 的衣服，很厉害，相当找到我们这次的设计师也很厉害的，昨天穿那么高级的衣服，并且要比较瘦身才去跑站，然后因为就比较有点太瘦啊，我已经百七，我在大旁边特别有点拍出来害怕，我是穿着这么瘦，我现在我瘦不下来，我已经拍不到多少公斤了，我也是在大旁边拍出来很怕。对，所以导演那时候就这样说，就是加菲，就是他的错。然后他一直很饿，你知道吗？终点，他一直就是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我喜欢我肚子饿的感觉哦，我一定要吃一点东西啊！那今天我们刚打，大家都穿那么漂亮，我说我们还要不要点点吃的吗？我说你开玩笑吗？你笑的吗？对啊，就一直吃一直吃，然后我一直在旁边看着他饿，这就是我们的关系。Crazy.
这个不是一个能够认真的表演。It's just before we shot, you know, I mean, already you looked fantastic. Oh, thank you! And in the role, you were like an influencer, like a one-hole performer. So in my mind, also you had like, you were giving advice on fitness and doing all this stuff. So what I told you was just, you know, for the role, you know, look as doll-like as you want, because as you can, because that's what we wanted for Anastasia, to be this kind of typical Russian influence.